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圣依。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宝藏国货，有丝木卸妆油，它里面含有黑茶精粹，提升肌肤的抗氧化力，养护肌肤，卸妆的同时可以焕亮肌肤，改善暗沉。挤出来的这个卸妆油的质地呢非常轻薄，可以快速的溶解掉彩妆，再用清水乳化，乳化的速度非常快，干净又没有残留。油性的宝宝也不用担心用完会觉得油腻闷痘，卸妆后再用洁面和补水的产品，后续护肤吸收效果更好。它的成分也很安全，2:2:2的植物体系，更护肤，容妆力快又好，性价比也高，为我们国货点赞哦。